trading 公司其實真係好難做噶。咩入行其實最主要就係想去建立翻自己個品牌。好，翻返嚟啦。係，玩具 TV 第十三集第三集呢下，阿德哥搶出嚟講，不如坐埋嚟，阿德哥叫你搶出嚟。我諗住執翻好呢。係，俾個靚位嚟，阿德哥。佢執翻先嚇，咁啊，我執翻個靚。嗱 ，Kenneth 其實咧，即係我哋通常啲男人可以衰嘅啫，我哋一個。你衰啫，係啊。呢啱，即係得你衰嘅咋。俾你入去。唔係，關人。都唔衰嗰陣時好好嘅，唔係唔係，頭先你唔係咁講嘅，喺衰嘅嚟講佢係好嘅啦。係啊係啊，好揾翻正題啦，你對接唔到啊 ，Kenneth。嗱，其實咧好少女真係女仔去創下個玩具公司嘅，我哋真係少見。你會唔會發現個係唔見？只係差唔多 only one 嘅差唔多香港。呢一行嚟講都係啊，我都未見到有香港公司。係咯，自己走嚟㗎。同行係有另外有女仔。係咯。啊！即係你話團員裏邊可能有啲係女仔又唔出奇啦。咁係咩原因驅使你想做呢樣嘢？哦，玩具嘅話，其實都好多年前啦，十幾年前啦，幾年前都只不過係我想上網買一個玩具俾朋友，咁又想上網，譬如 eBay 啊嗰啲咁啊，跟住無意奢品啊嗰啲。無意之中就發現，哇！原來好多人都喺度揾緊呢一樣。好多人都喜歡嘅，即係有呢個demand啦。咁所以就不如試下啦。咁你嗰陣時係揾緊遙控車咯。我就係遙控車。係啊，遙控車即係都其實都係遙控。係枕住咁多年嚟，其實最主要都係做遙控。咁嗰陣時其實佢滿足唔到你嘅係乜嘢咧？導致到你唉唔得啊，我自己搞啦。滿足唔到我哦，Playable 之前我就喺另外一間 trading 公司做出口嘅，咁 trading 公司其實真係好難做嘅，尤其是你而家現金科技有好多都只不過係 buy 直接揾倉㗎啦，咁你作為一間中間商 trading 咁，其實個生存價值越嚟越少嘅，咁變咗2016年就成立咗 Playable 啦，咁 Playable 其實最主要就係想去建立翻自己個品牌咯。所以你哋創作出嚟嗰個遙控玩具嗰個特點係乜嘢？特點啊！呢幾年咧，我哋都比較專注翻香港市場嘅，咁我哋就創即係就有一個叫做香港地系列，香港地系列遙控車，咁就圍繞住香港呢個主題咯，即係香港大家喺市面上見過、行過、路過都會見過嘅一啲車，都會係我哋有興趣想去開拓嘅。例如雪糕車啦，雪糕車係暫時因為我咁多款，除咗呢款之外啦，咁多款車裏面咧都比較滿意嘅一款。王牌嚟咯，真係。因為係真係老少咸宜啊，小朋友又好中意，連公公婆婆都中意，因為係會令到佢哋有回憶嘅。咁所以呢一個遙控雪糕車係都係我覺得係幾一個即係開心你先食雪糕嘅嘢，呢樣嘢真係好緊要，所以即係任何年紀都真係中曬。咁啊，阿德哥啊，冇咪起身啦，咁啊啱啱話開心咧先至食雪糕，唔開心都可以食雪糕嘅。食完咪開心咯。所以有開心回憶就見到啲產品有開心回憶上曬埋。咁呢一款電車其實都係一個好經典，即係大家一睇顏色知道係香港，亦都係一個好有歷史，又會有翻啲回憶。但會唔會淨係做香港產品會覺得加大咗你個難度咧？加大咗難度。因為個香港市場其實成日都講就唔係好細，但係即係都唔係大咯。我又會調翻轉嚟講啊，應該我都要好感激就同 Tiny 啊 Steve 啦，因為其實識咗 Steve 都好一段日子，咁我都係以佢做一個榜樣嘅，因為其實佢本身。而家做到即係香港所有車，其實都做到咁成功，咁變咗我都諗緊啊，其實都唔係話唔做得啫，咁其實都 OK 啊，係咯，咁所以我都係有翻，即係香港我都係嗰句啦，香港人，香港公司，咁點解？香港電車。咁點解唔做翻啲香港大家都有
更加共鳴嘅一啲。同埋自己熟啊嘛，即係做研究、資料研究、搜集方面都會比較容易啲。係啊係啊，你傾拉扯翻會容易近啲先啊，嗬。都係嘅。嗱咁，但會唔會未來即係隨住呢個系列，即係我覺得係其實我覺得好聰明嘅，你係選擇唔即刻去做，即係話佢延伸性好大噶嘛。咁你咪可以一路做落，你會唔會好有信心一路做落去，甚至做埋即係唔係香港嘅產品，可能係做譬如歐洲嘅電車、纜車嗰啲。都有咁嘅方向嘅，所以我哋上個禮拜初操嘅時候都有放呢一個電車落去，就想睇下有冇一啲。不過我覺得很聰明的就是其實用電車來玩砌積木相對是更加受到大眾的接受，因為如果你說啊不是的我用模型去砌這樣，反而那個受眾又不是說個個啱，尤其是小朋友少了，因為模型是始終是即高端的來說，就是錢，而且你那個技術要求技術要花那個時間門檻高，你都即是又要磨啊，又要打磨啊，又要成你變咗嚟講，你用積木咧，又可以砌到嗰個感覺出嚟，又可以撈埋其他嘢玩。係啊，雖然你話2000多塊，但我諗如果有心機，我諗兩三年級小朋友其實都應該可以完成到喎，即係兩三年咯。即係8歲加啊，係啊，咁啊啱好啊，所以真係都幾好啊嚇。咁其實呢個其實講翻你對你間公司嘅評價啦，其實你覺得？是不是很啱的威家庭去開始的生意，還是說其實現在都喂很多困難的那個人？Right timing，困難呢是一定有的，我想就算什麼 timing 都有困難的，我會覺得其實都 right timing 的，因為沒人有先啦，首先沒人有啦，因為是遙控那方面，比較即係都比較少，你仲啲積木都冇啦，積木都冇咁呢個比例。香港電車冇，即唔係呢個 size。有積木嘅，有積木嘅，冇咁大隻，有積木嘅，咁但係積木砌完之後，即我哋都唔係純粹係做積木嘅，依然都係食翻個股啦，即做我哋接個股就係遙控嘅，咁所以係砌得嚟又可以喐得又遙控嘅，咁就係第一步啦。唔係啊，同埋咧，即係唔係呢個 size 咧，就做唔出嗰個內涵。因為咧，其實我哋都喺度諗，諗緊可唔可以再縮細啲嘅。問題關鍵就係，首先第一你要按翻個 scale， 調翻個比例啦。其次就係因為真係要佢喐咧，變咗你要有 order 電啊，咁呢個就限制咗嗰個大細。咁我想問咧，喺設計過程中，你都知因為。你哋又唔係純積木啊嘛，純積木你好多嘢可以好易，但係你哋又要配合咗一啲電子工程嘅嘢啊，咁始終都有個摩打啊，有天幕啊，咁喺設計上面咧，會唔會有啲咩難題發生喎？有㗎，譬如首先究竟個摩打啊，或者嗰粒電啊，裝喺邊啊？呢個都係一個。之前我哋就可能諗住就擺到，但係擺到嘅話咧，你固定唔到，咁我哋又想固定。變咗咧，嗰個電池同埋嗰個電摩打嘅調節機啦，咁究竟嗰個位置擺邊？咁我哋都諗錯嘅，因為你要 fix 咗嗰個位置，跟住之後你先至去承認，反而係難係難在究竟，譬如你要裝嘅一啲電線啦、電池啊，究竟擺係，即係要顧及翻呢一啲位置。裝嗰度啦，因為你要拆開嘅。最難係嘅，永遠係拉啲線最難。同埋，如果你話譬如嗰個電池你擺裏面嘅，in case 你冇電嘅時候，咁你攞出嚟又麻煩。咁所以我咁而家就解決咗呢個問題。係啊，我哋就裝咗喺第直接就插落去就係啦。即係有一嚿部件係好比較大嚿啲就喺車上。係啦。咁可能好多觀眾都想有機會嚟研究一下，或者我哋遲啲可能即係揾到機會咧，就咪解套架車，即係可能即係深入啲研究一下呢個產品係咩嘢。重複。係啦，咁大家都可以啊！如果真係想啊，唔使諗啦，我只可以買嘅，就聽日就有賣啦。係，聽日開始派街。哇！真係開心啊！咁啊嗱，今日咧，我哋其實都好多產品，都好多謝啊 ，Kenneth。好。我相信就有機會再傾偈，因為其實我哋上個禮拜我哋訪問兩個廠家咧，都可以好感動。今日都好感動，因為有女嘉賓自己好感動。佢就係咁啦，呢個人就係咁。係啦，冇錯，女嘉賓好感動啦。但係上個禮拜咧，我哋嗰啲廠家睇到佢啲誠意，其實呢個頭先都有朋友讚你哋有誠意，因為其實。不是只一積木又遙控機又加埋咧，其實好多開發咧，好多困難，好多成本喺度。係啊。
多多支持。冇錯冇錯，好啦，今日咁樣排啦，所以其他句啫，我就有一句，唔知你有冇一句咧？我就覺得即係巾帼不容鬚。好，阿 Brian 講曬㗎啦，講曬好啦。咁、okay. 我哋轉頭有好多好音，多謝 Kenneth 嚇，好，多謝曬，好，多謝曬，拜拜。